奖牌到了，我们来个开箱。这个包囊挺厚的，哦，里面还有一层包裹。这边有一个封口，哇，里面还有一层包裹。这咋开？这边有个封口，里面还有一层包裹，再来，呀，哔哩哔哩，最后一层啊。哦，很重啊！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当当！哎，还有一层包裹。三、二、一，当当！哎，有一个感谢信，一会儿读吧。当当。好不好看？嗯，部长，一个大月，好，弯了，立着，哟，把这架起来，一个大月，感谢你的一路坚持不懈创作，终于在哔哩哔哩达成示范粉丝成就奖。这是你创作路上第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还有后面继续创造无限可能。好，结束。